如果你想我好，貧恐嚇就能夠，而你其實不必真的要走，除非我不夠好，無需再做朋友，而你情願孤單都不接受。要是我先開口，很需要你逗留，告白有用還是根本沒有？求求你保護我，可試過更差理由，不要離我太遠，掉頭望一眼就見分隔開，過了十米我便懷念。不要離我太遠，突然離開我視線，這個心也會被你牽走一片。就算遲人未可以避免，請你走之前发现曾为你真的心软。Steffy 的不要离我太远，应该很多人想学，所以今天教这首歌。玩了个 intro， 其实想段吉他 solo 我都很想教，不过我又不知道你想不想看，而且要時間執，所以我就執了這個木吉他的 acoustic 版本，將它的 intro 用了木吉他玩出來，玩了一個 G key。 女仔的話可以夾 cap 譜的，我覺得 G key 對我來說就最舒服的，因為一開始玩了一個可以看 tap 譜 G， 第六線是三格和第二線第一格。留意一下，在每次有 tap 譜的情況下做多些示範，不說那麼多東西，因為看譜已經懂彈了。OK， 在這個部分留意下第一個巴，其實你只要 keep 住一個 chord 型，就是中指、無名指，中指在第三線的二格已經 OK 了，有個 A 音，很漂亮的一個 sus2 at 9，這個是厲害一點的話可以第三線02那下做個 hammer， 今天 smooth 一點整件事。OK， 留意一下這個部分整個 intro 都是這樣的，之後轉了是 bass on E 音而已，所以見到我每次 hammer 呢，其實我的手都會遞高一點，加上跟著 C講到好熱，但係點知自己太翹。跟住個 D 咧，我玩咗個呢排好興嘅一個 D chord。OK， 呢個 intro 我會用埋喺 bridge 中段嘅位置嘅。OK， 亦都是我覺得你們最需要練習的一個部分。然後去到第一句，我玩了個 G， 玩了個不能說的秘密 G。OK， 不是太講這邊右手的勾線方法先，解唔起確先。有個很靚的 bass on B， bass on F sharp，bass on F sorry。如果你想我好，貧恐嚇就能夠。OK， 如果你想出啲個 feel 咧，其實可以玩六一二線嘅。如果你想我好，貧恐嚇就能夠，就真的做到這個 G bass on F 的效果。然後 C， 而你留在對我就不放鬆。 OK， C 又是玩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C， 所以見到我尾指無名指基本上是不用動的，升高兩格 D， 很漂亮的一個玩法，少少壯壯地。如果你想我好，
貧恐嚇就能夠，而你其實不必真的要走，除非我不夠好，無需再做朋友，而你情願孤單都不接受。 OK， 勾線嘅話，如果你想我哒哩哒哩哒哒，好似 intro 玩法，哒哩哩哒哒 C 一樣，但你可以用你自己玩法，你可以玩個靚啲。如果你想我哭，但恐怕就能夠，而你其實不必真的要走。即係會輕佻地同你嘅情人講不要離我太遠，呢個係 OK， 成兩段都係一樣，所以冇難度。嗲哩哒哒哒哒，嗲哒哩哒哩哩，你那你樣樣簡都可接受。OK， 叻啲嘅，你又可以加下我呢啲 harmonic 得。OK， 然後 C， 要是我先開口，很需要你逗留。好常見一啲 chord， 其實好 pop， 但係好正。C， 吞高兩嚿玩，成日教我呢個 D。所以每次咧讲亲啲咧，唔好净系谂呢个啦，谂下你呢啲啦。然后玩叻啲嘅 B7 高八有用，五四三二线根本没有 E minor。OK， 高八有用，我估物有用，还是根本没有。要是我先开口，很需要你逗留。高八有用，还是根本没有。OK， 个 pattern 其实就系、是。一二三四停，二三四 one two three four 停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停 two three four one two four 停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停 two three four， 然后求求你保护我，可是个好易啦 one two three four 停 two three four， 我只猫跳咗上嚟，真系唔好意思。OK， 然后 chorus 不要离我太远。突然去 ，OK， 去到 chorus 嘅部分，我会尽量用翻尾指、无名指放去第一、二线定三格嗰度嘅，因为你可以识翻个 melody。咁样，不要离我太远，突然离开我视线，心爱的，为何又要变做怀念 ？OK， 见到个 D chord 我都系玩呢个啊，咁所以个声会好靓。不要离我太远，突然离开我视线，心隔开，过了十米我便怀念。重复，不要离我太远，突然离开四大节，唔记得歌词，牵走一片。B7 就算迟恨未可以避免，请你走之前，仍能让我发现，曾为我争。的心愿，来滴答滴答滴答，贫穷吓得唔得？而其其实不必真的要走，除非我不够好，无需再做朋友。你情愿孤单都不接受，又得呢个 pattern 系咩嚟嘅？就系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。OK， 喺呢首歌你发觉完全唔难弹，点解？因为啲 chord 基本上系不断咁重复，而且用紧最简单嘅一个。常见的不能说的秘密 G 俾你玩，所以相当之简单。OK， 咁呢首就系 Steffy 嘅《不要离我太远》，中文可以订我频道，喺 Facebook 都可以嘅。